喂，你们好，我是阿巴兔。今天我发明了一种能够带人上天的迷你热气球。我的谁家的墙啊，把我堵住了。难道上面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我打算我用这个鼠标把它拖动。哦，可以直接打开的。来的安这个墙有什么用啊？还浪费材料。哎，还有我们点自己。哇、哦，飞起来啦！我怎么是用这个打火机来推这个热气球的？万一这个燃料没有了，岂不是直接摔进去吗？死掉啊！哦，这还有个电风扇，有什么用啊？哦，可以左右拉的，直接摇起来，哎，想过去吗？哎，把我吸回来，哈哈，哎，是不是走哪边都可以的？我不会要选路吧？哦，通关啦，好、哦、简单！哇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怎么有块泥呀、啊？安在这个墙上，哎，可以擦掉的吗？哦，像饼干一样的，好脆啊！偶尔挖个通道出来，直接飞上去，哈哈，妈妈，我升天了！我的那个新的勋章啊，哦，有点帅啊。All right， 继续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仙人掌刺客，他们是要暗杀我吗？一直射啊，从他身上拔他那个刺刺出来射我，这人好恶心啊！怎么大热天还戴个棉帽子啊？不热吗？哦，我们应该是要利用这个挡板把我们挡上去。All right， 哎，挡住啦。哦，再挡啊！刚刚是不是有几根射到我身上啊？哈哈，紧张哦，过关啦！哦，怎么有个大石头啊，把我硬在这里啊？诶，这什么呀？有个按钮，哇，鲨鱼飞弹啊，直接炸烂啦！哦，要我们摇这个杆子，哦，这么牛批的吗？这个开关，哈哈，上面是不是住了什么大佬啊？哦，飞上来啦！哦，继续下一关，这什么仙人掌啊？还有陷阱的、啊？哦，这有个挡板。我们可以把这个仙人掌给挡住，这样它掉不下来啦。捏着开关，哦，就掉下来啊。旁边这是谁呀、啊？怎么也跟我拿那个气球飞起来呀、啊？我们相信你，谢谢你的鼓励啊！一看就是我的老粉丝啦。All right， 把它推走。好，我直接飞上去。呜呼，跟它一起飞啊！哎，追上它。All right， 下一关。哇、哦，这里有好多蜜蜂啊，要干嘛？哎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们放出去啊？哦，把这里打通啦。走啊，往上走啊！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，这么想啄我的吗？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吃东西啊，真的是。直接把它放出来。完了，被炸爆了。哎呀，直接掉下去啊。我们应该是不能把那个蜜蜂给放出来。那我要怎么过去啊？哦，可以这样挖，挖个隧道过来，再把这个凸出来的脚给挖掉。哎，挖多了，直接跑出来啊，这些蜜蜂。啊，我这个人被炸绿了，哈哈，直接肿起来。这是我们挖的慢一点，这样应该就差不多啦。哎，怎么硬一下的，哈哈，往这边拐一下，哦，可以啦。哇，一直撑那个墙啊，不会烂掉吧？哦，这么耐撞的吗？直接升上去啊。All right， 下一关。怎么两个肌肉男啊，在干嘛？拿着刀想打劫我吗？哈哈，哦，上面有好多仙人掌啊！哦，直接拉个洞下来，哎，把他那个气球给扎爆了，哈哈，还完成一个成就啊！直接掉下去，到你啦！就你们两个自杀想打劫我啊？哈哈，想多了吧？要把剩下的仙人掌全部扔下去就可以啦。哦，滑下去啊！好了，开个路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！ 呜呼，再次升天啊！哇，这个悬崖有多高啊？怎么升半天还没看到顶的？哟，又是蜜蜂啊！这边有个墙，到底把它放出来。嘿嘿，愣住！哦，有个飞机啊，写的什么？去盯它啦！直接咬啊！哇，全部跟下去了，安全。然后再把我们这边这个开口给放出来，好来打开，升天！呜、哦，笑啊！哈哈，一直快乐飞天，好过关啦，简单啦、啊，继续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个是风扇吗？哦，我知道啦，我们要把这仙人掌全部都给吹到这边来，像吹垃圾一样啊，先把他们扔过来先啊！完了，怎么这里是空的呀？直接掉下来扎破我的气球啊！哈哈，忍住，好了，这次我们先把这个开关给开了，把仙人掌全部都给放下来，吹起来，呜呼，全部吹过去啊！哎，怎么还漏了几个在这里的？完了，我裂开，也可以往回吸的，哈哈，来回运用啊，高手。哦，可以啦，直接往上升，嘿，快乐！哦，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奖章，哇，这么容易获得的吗？已经获得三个啦。All right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火的？漏气了吗？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关闭燃气的吗？没用啊。这个呢，也没用啊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要点这个开关啊？直接架住，怎么像个炉一样了？把我放进去烤吗？直接熟掉，哎，变成一个熟人了，升起来。
好，下一关，呜、哦，还有蛇啊！哇，好凶啊！这个表情，嗯，怎么得睡着了？刚夸完，这个蜜蜂有什么用啊？放出去蛰它吗？咬这个蛇！哎，怎么过来咬我了？嗯，直接扎破了气球啊！愣住！哈哈，哎，我们是不是不能把它放出来啊？哦，我们有鱼雷，看到没有？鲨鱼导弹，直接瞄准那个蛇。这个几号啊？这个是二号，粘一下，就嘣！直接黑掉，变成一坨碳。好，到上面这个啦，把这地方打通先。拉上来啊！发射，就嘣！碎碎的这个蛇就没了。哎，开啦 ！Alright， 接着往那边吹一下。哦，我们有这个全自动电风扇，马力强劲，可以啦。再把这地方打开一下，吸，加把劲啦，准备可以过关啦。哦，升起来呀、啊！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先结束了，喜欢的视频记得点赞就关注哦，拜拜。